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即将在18号开幕，屏东县政府举办吉祥物欢乐嘉年华游行，为全中运暖身。十字交袜组成的勇士联盟与吉祥物交袜花车从屏东市胜利路出发，带领表演团体、宗教正头、艺文、客家、原住民、渔农业、环保等梯队，沿途民众纷纷加入队伍中同乐，感觉很棒，就是可以大家一起走出来这样子，一起游行，就是蛮有意义的。一起参与屏东县这么大的一个活动，就觉得非常的荣耀，我屏东我骄傲。县长潘孟安率领千人齐跳交袜舞，效果十足，炒热现场气氛，为即将登场全中运掀起第一波高潮，并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屏东为选手们加油打气。屏东县政府除了所有的场地准备，那我们也动员各个社区来为我们社区，来为我们的比赛的队伍们啊，给他们加油打气以外，那同时也在借这个机会，来邀请全国各地的好朋友。为了迎接全中运，屏东县府团队总动员，从场地、接驳、住宿、补给、救护等细心规划。18项运动竞赛也比照国际赛事规格，在屏东13个乡镇19处竞赛场馆进行，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能够好好发挥。原视新闻歌手屏东市采访报道。